蔡健雅穿着短夹，搭配银灰色立体洋装，蔡健雅三度攻蛋，惊艳登场。 时尚文青形象，一连演唱了异类的同类，十余者等电音歌曲，列幕尼雅演唱会从台北小巨蛋起跑，歌迷们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。蔡依林一头利落短发，露出性感纤腰，惊喜现身，双蔡合体，台上唱跳尬舞，炒热气氛，还唱蔡依林经典歌曲《我呸》，粉丝们嗨翻天，两人互动更是引起台下尖叫声连连。 很少看到他这样子的他的，我其实豁出去了。蔡健雅巡回演唱会不仅造型大突破，现场还不时释放特制香氛，搭配 3D 幻象技术和绚丽的镭射灯光，让歌迷们沉浸迷幻氛围。 记者谢文祥、温三小组台报道。